杨子和李现自从合作《亲爱的热爱的》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再次携手出演古装剧《国色芳华》。该剧由丁子光执导，改编自网络作家易千成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杨子饰演的女主和韦芳与李现饰演的男主蒋长阳在大唐时期携手记名旧事的传奇故事。剧中，杨子和李现的服装造型精致，展示了唐装的独特魅力。 杨子是童星出身，存出演家有儿女，香蜜沉沉烬如霜等经典作品，凭借出色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而李现则因去有分的地方和身等作品而广受好评，演技备受认可。两位演员在《国色芳华》中再次展现了他们的实力与魅力。